阿米尼演奏的是委内瑞拉一首民谣哦。那它是一首三拍的华尔兹，大家听到它中间有很多一些比较三连音的这种炫技啊，它是属于比较算是为手风琴而编写的这个手风琴的一个炫技曲，它原曲叫拉巴蒂达，是一首委内瑞拉的一首当地的民谣。那接下来我们请泰维